么会想要用这个导演啊？导演，你觉得我脸上要不要？在这边。导演，洛基从开拍到现在每一天都演得不一样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我很怕剪接的时候出问题耶。你放心，今天就要杀青了，我一定会让他按照剧本演。反正等等飞机一早，飞去国外工作两个月，你们没拍完，你到底带几了？导演，其实钢丝不用掉更省事了，而且演员也安全。导演，蝴蝶不飞，叫什么黑蝴蝶啊？我没说拉钢丝啊。洛西说 OK 了 ，OK 了，然后就黑衣人改成僵尸就好了，没事没事，那小事小事啊。僵尸啊，对啊。导演，我想要演僵尸，我不想再被定型了。导演，导演，啊，导演，我会给你一个很纯洁的僵尸的。我俩没有明天了。原本人真的太无趣了。干，你大家了不起啊！